江小鱼微微微视频。哎，在左边，左边啊，大头。嘿嘿，那里。嘿嘿，我厉害吧？好，大家停一下，这是我们新来的前端工程师，大家掌声欢迎。来，介绍一下你自己吧。我就不紧张。好了好了，先这样吧，大家继续工作。小来，你就坐这个位置。哎，小鱼。来来来来，过来一下，小鱼。他之前一直都是这个样子的吗？好像现在我们聊不进去啊。是啊，跟我们颜值好像有点不搭呀。哦，难怪和我爸爸是好朋友。哥哥喝水，没关系的，哥哥。好。你别紧张，当时我刚进公司的时候也是怕怕的。时候还得发一个文件在北京呢。没事，我帮你看一下。这都不会。坐坐坐，我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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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行，你行你上啊。如萍叔叔，好像你也不行哦。好像有点复杂。你也想试一下吗？哇哇哇啊！哇，哥哥好棒啊！哇，厉害了厉害了，兄弟666啊！我是独生子。这个高手有点冷啊。感觉尿尿来了。你好。我叫小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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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嗨，你好。嗨，我叫小兰。小兰，你好。你好，我叫小兰。关注江小鱼，我想讲更多故事给你听。